今天会把第一张补习完，然后下礼拜一的话会把这个。好来，这个今天我们要让你们复习这个空间向量哦。那今天以第一章为主，好，那第一章的部分复习完的话，那我们这个基本上就会下课后给你们写东西，这样好不好？那就下课。那我可以在那边开始说好不好？好，拜托。我预计大概几点下课，我也不知道。每个字念三秒钟，这样子。好，看，没有了。来，这个首先一开始我们来看空间概念啊。空间中啊，怎么样形成这个一个平面？最主要是怎么样？一定是不共线的相依三点。你只要在这些关系里面可以取出来不共线的相依三点，你就可以决定一个平面，可以吗？不共线的相依三点就可以决定一个平面。那第二个是一直线与线外一点。同学，我们现在学到了什么东西？如果空间中有三个点，这时候两个向量外积是可以得到把向量再加点，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平面，对不对？所以学二之一基本上跟前面是有很大的相关性哦。那你从二之一的角度再回来看这边，就会变得比较简单。第二个是一个直线跟线外一点。一条直线跟线外一点，利用两点怎么样？我那本没有听吗？你那本没有听到？有。好，来，再来，你用方向向量，线的方向的向量，跟这两点可以外积一样的，可以找到法向量，再找其中的点去找就好。再来，相较于一点的两直线。两条直线交一点，两条直线的方向都可以找到向量，这时候外积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直线。再来两条平行线，两条平行线上也可以找到不共线的三点，你只要找到不共线的三点去外积，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法向量，再用点是不是可以得到我们的平面？这样 OK 吗？所以哈，这个有这些条件，我们再把它看过一次。再来，空间中线跟平面的关系，如果线落在平面上面，这是第一种。那同学，如果一条线落在平面上面的话，那它有什么特征？这个线任取两点，所得到向量一定会跟法向量什么值？垂直嘛，因为空间中的直线是不是一定会跟我们的法向量垂直？这样可以吗？哦，空间平面讲错。平面上的直线也会跟法向上垂直，没有。那当然也有可能恰有一个焦点，就这样插进去这样。那也有可能是平行的，画给你们看。再来，两条直线之中有可能恰交一点，还有平行相异的两条直线，所以我们看重合，这两个都在怎么样？这两个是共平面。恰有一交点的时候，两条线可以画在同一个平面上，平行也可以画在同一个平面上，可以吗？再来歪斜，歪斜的话，两条线不平行，而且也不相交，不平行也不相交。那两条歪斜线，它会有一条共垂线，不平行，也不相交。可以吗？好，就这样。那如果是两个相异平面，要么是平行的平面，要么两个平面交一条直线。这样 OK 哦，好。那这个继续往下来看哦，三垂线定理跟立定理还有两面角，
接看三垂线定理就好。空间中有一条直线落在平面上，我直接用这个图跟你讲，这边这个内容看起来会有点复杂啊。直接看，假设你空间上出发，你往下做一个垂直，这里就是第一个垂直，可以吗？接下来往前找到一条直线，垂直的去找时，找到第二个垂直。那这个时候，你从第二个垂直往一开始的起点连线的时候，会发现这条直线会有怎么样？第三个垂直，这就叫三垂线定理，可以吗？从这个空间上往这个平面做一条垂线，得到第一个垂直，再来往直线往前进，得到第二个垂直。那在第二个垂直往回看，这个时候这个斜的平面上面的时候，这个直线跟我们这个连线也会有第三个垂直，这叫三垂线定理，可以吗？哦，由第一垂、第二垂可以得到第三垂。好，再来我们来看这个两面角哦。内定理里面也可以参考一下啊，不过我觉得没有很重要。两面角是要取两面之间的夹角的方式，首先找一条公共的棱边，再来找平面上两个垂直。两个垂直的线，这时候两个垂直之间的夹角就是两面角，可以吗？那在求取两面角的时候，很常会用到什么弦定理？余弦嘛，哦，所以帮你们复习一下余弦哦。假设有一个三角形 ，A 边、B 边跟 C 边对边 A、B、C， 那 cos A 会等于几？二 BC 分之 B 方，再加 C 方减掉 A 方。这是余弦哦，可以吗？好，那我们继续了。这个我最近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我又要穿鞋子上。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最近买一本书是那个，你们知道 Roland 吗？啊。Roland 的自传，你知道吗？干，我就觉得看，这人真的是。对，他日本第一牛了，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他算是就是他只靠聊天，你知道吗？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然后他说这个，他没有很帅，但是我跟你讲，他整个人就是一整个就是魅力爆表。他不是那种超帅的那一种。我说真的，我觉得他长得把眼镜拿下来是有点奇怪，但是他很会讲话，然后讲话蛮成功。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然后他对于自己是蛮有要求的，虽然不帅，但他对自己非常有要求。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气场很强，对吧？对啊。来，走嘞。应该学不来嘛。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看这边，右图是一个正立方体，那边 A、B、C 为所在的终点，这时候相结。合者为其结合的形状。同学，你这样切下来的话，你可以偷偷拿橡皮擦切。不过你要注意哦，你这个结合不只有这三个点连线，包含它的延伸是不是都会？所以你结出来这个图形是一个什么形？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是长方形，它是长方形，所以答案选 C。这样 OK 吗？结合就是切下来时。这个切面的这个痕迹就要结合，可以吗？可以吗？哦，你这个切面的这个长相就要结合，这样 OK 吗？那你这样切是不是连这个点会切到？这样切一下，对不对？连这个点会切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长方形。那为什么是长方形？假设是长度是一，这条是二分之一，这条是根号二，一根号二，哎不是，二分之根号二。一半是二分之一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对边一样长哦，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正方形。好，那你们这个就自己往下练习哦。同学，另外一件事情，这一本的类题都可以写哦。我说真的，这一本的类题跟上面的例题，它的相关性比较强烈。哦，那我之后的话。会把这个解答印给你。这个蛮好的，写的还不错，题目挑的难度也还算蛮适中的。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范例二，有关空间的叙述，下列哪些是正确？第一个说，若已知的直线外面一点，正好会有一个平面跟这一条直线垂直。垂直的话，来，你看啊，这里有一条线，线外有一点，那你过这个点，是不是只有一条线，只有一个平面会跟它垂直？答案是对的。为什么？你用平面方程式的角度去想，这一条线是不是有法向量？带这个唯一的点进去，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唯一的方程式？可以吗？有法向量以后，是不是会有平面 A、B、C 嘛？带这个点是可以求到足，所以这个是唯一的哈，一个是唯一的。你们学到后面的平面的时候，要记得把一些平面解题的概念带回来这个第一章这边去做判断，这样子会简单很多哦。来，第二个，若已知的直线外一点，恰一个平面跟平面平行，这个是错的。反例为画图哈。第二个，这条线线外一点。这时候有几个平面会跟这条线平行，你是不是可以沿着这个点去做转动？做转动是不是都会跟这条线平行？看得懂吗？看得懂吗？看我的手，我这样转动是不是都会是跟这条线平行？假设我这个大拇指是我的点，我这样在转动的时候是不是都还是跟这条线平行？看得懂吗？看得懂，所以会有不止一个。唯一，哦，那这里我画了两个平面，就这个，可以吗？但第三题，过已知平面外一点，只有一条线跟平面平行，同学不对吧？过平面外一点，这条线是平行的，这条线是可以是平行，这个线是可以转，平行以后再转动就好。好，再来第四个。过平面外一点，恰一个平面跟这个平面垂直，同学是对还是错？错嘛，一样的。过这个平面外一点，这个平面是不是可以转动？都过这一点，对不对？是这两个都垂直，可以吗？也就是说，你看我的大拇指。假设我大拇指是点，这是底面，我这样转动的时候，是不是都跟我底面垂直？是都会过大拇指这个点，看到吗？看到吗？哦，所以有不止一个，也是不唯一的。那第五个呢？第五个倒是对的啊。过平面外一点，恰好有一个平面跟此平面平行，为什么？过平面外一点，这时候是不是可以share一样的法向量？对不对？一样的法向量带这个点进去，是唯一一个平面，可以吗？哦，所以这是对的，哦，是对的。好，这么一个都有画图啊。好，想一下，想一下。画图的原因是因为可以让你在这个观察的时候比较有一些基本可以去思考，没有关系，如果不画也没关系。来，这样 OK 了啊，哦。那你们还有人要画的？差不多了，哦。那我们继续往下了，来看第二题。看例三。他说有一个正四面体啊，然后各面都是正三角形，它棱长为 A，M 是 BC 的中点啊，那 N 是 A 柱的中点。我们要求正四面体的高，正四面体的体积，还有 A 柱跟 BC 两条 Y 斜线之间的距离，也就是 MN 长。你要注意这两个点都是中点啊，都是中点。好。那第一小题复习一下啊，每个边长为 A， 这时候这个底
投射下来是我们底面的重心，还记得吗？会是底面的重心。那既然是重心的话，我们来算这个 A， 这一条长是几？这里也是 M 啊、哦，这里是猪，这里就是 G 好。那这个 MC 的长等于二分之 A， 那 M 猪等于二分之根号三 A， 那 G 猪是不是也有 ？G 猪是多少 ？G 猪叫三分之根号三 A。这个二分之根号三，因为这是二比一，所以乘上三分之二，得到三分之根号三 A。好，那再来，有了 G 猪以后，这里是垂直，所以很清楚的可以利用毕氏定理。算我们的高，哦，假设高就是 AG， 画一下图，这里是 A， 这里叫三分之根号三 A， 那 AG 的平方等于 A 方减掉三分之根号三 A 的平方，算一下啊，九分之三，三分之一，九分等于三分之二 A 平方，所以 AG。等于三分之根号六 a， 第一小题。第二小题，体积怎么算？四面体的体积等于三分之一的底面乘以高，三分之一的底乘以高。那底面积怎么算？正三角形会不会算？同学，如果是正三角形的话。每个边长为 a， 它的高叫做二分之根号三 a， 它的面积等于四分之根号三 a 平方，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其实是底乘以高除以二，我们直接用好了，好不好？就等于三分之一乘上四分之根号三 a 平方，再乘上三分之根号六 a， 算出来就是我们的体积，可以吗？那 OK 啊、哦，二楼。底面积乘以高，好，那再来第三小题，要去看 A 珠跟 BC 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这个 MN 的长度。好，那这个 MN 长怎么算呢？第三小题要怎么做？你看这里是垂直，这里是垂直，那你要去算两条歪斜线的距离。要算距离哦，通常不能直接算，除非你坐标化。但这里坐标化好像还有点点丑，对不对？哦，这里其实是可以坐标化，但是有点丑。那如果你要去做歪斜线的距离，是取代一个三角形去找这个三角形。那正好这是等腰三角形，看得出来吗 ？AM 跟 M 珠都是这个三角形的高。M 是终点哦，那因为图形有稍微的歪一点，哦，是因为立体的关系，稍微歪一点，但这两条长度是一样的。那我们先画 M 在这里，但是在这里 ，A 跟猪，这条是 A， 这条是 A， 侧边是多少？二分之根号三 A， 二分之根号三 A， 那你是 M 就会算，利用毕氏定理算，二零这里二分之 A， 二分之 A。所以 MN 会等于多少，就可以算了。根号的二分之根号三 A 的平方减掉二分之 A 的平方，这样可以啊，利用毕氏定理算就行。
这边的话，基本上来说就是它之间的一些性质都会特别的算。那同学，这两面角会算，我们再上来多算一个东西啊，好不好？刚刚都是你。第四个算的是 A B C 与 B C 珠之两面角。有 A B C 跟 B C 珠的两面角 ，A B C 跟 B C 珠的两面角怎么算？去算它的余弦吧，所以这是这个角，正好就是这个角，对不对？可以吗？那 OK 哦，因为我们看一下 B C 是它的公共棱嘛，第四小题的话，你会发现 B C 是公共的棱边，去取这两个垂直的时候，是不是正好？它的两面角正好是这个 AM 珠的这个夹角，可以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cos theta 利用 AM 珠来算就好了，可以吗？可以写成多少？二加加，二乘上二分的根号三 a， 乘上二分的根号三 a， 夹方加夹方减对方，二分的根号三 a 的平方，加上二分的根号三 a。的平方减掉 a 的平方，算完就是我们答案哦，你们自己算，夹角 cos theta， 讲一下，好，这样可以吗？今天那个美国那个人数啊，好像已经超过中国了吧？八万，哦，谢。这个其实是一个世界大战，只是中国没有说它是战争，但实际上它就是产生了一个战争的本质啊。Oh my god， 中国要征服全世界。对啊，那些之前的在春节出游的人就是人肉炸弹，对对对对。啊？什么呢 ？Oh my god！ 对啊，这一次胜利的时候，中国呀还有一个人叫达尔文，要么是进化论的胜利。有一些那个网红，他们居然发着一个什么？那种舔马桶大挑战，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说我们不怕确诊，所以他们就舔马桶。第一个是说你那个确诊应该是由飞沫传染，而不是从马桶传。第二个是干有人舔了以后，就隔天还真的确诊，真是超怪异的，真是扯到爆炸。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哦，范例四，来，如右图哦 ，A、B、C 珠是一个四面体，不是正，已知 A 珠垂直平面 B、C 珠，这里是 A 珠垂直平面 B、C， A 珠垂直平面 B、C 珠，可以吗？然后 B、C 跟 B 珠垂直 ，B、C 长度是7 ，A、B 是24 ，A 珠是25。长度跟夹角是多少？同学，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三垂线定你的重点。很多时候在立体的图形上干，你最好是看得出 A 珠跟 B、C 珠是垂直的，对不对？但实际上它还真的是，可以吗？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怎么做哈。首先，你知道 B、C 长等于7 ，AB 长24。A 珠长是15，你现在心中想的是什么？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垂直，对不对？哦，那这个垂直怎么找呢？首先 A 珠跟 BC 珠垂直，可以吗？所以从空中出发，这里有第一个垂直，接下来往前走，
看到了第二个垂直，这个第二个垂直的直线，从这个第二个垂直往回看的时候，第三个是也成一个直角，所以很明显的 ABC 是有一个垂直，这样子 OK 吗？同学来，重画一次图哦，你 A 柱往下走，跟 BC 柱是垂直的，接下来这个往沿着这个柱 B 往前垂直的走，走到 B 点的时候 ，BC 跟 B 柱也垂直，一个垂直，这里是两个垂直，但是从第二个垂直往回看，是不是就产生第三个垂直？所以 ABC 是一个直角，我重新画一下图，可以吗？这就是第三个垂直。那既然这个第三个垂直画出来的，那就很明显了 ，BC 长是几？ 7 AB 长是几？ 24那这个 AC 长是几？ 25可以吗？我有稍微重画一下图，从 A 柱做第一个垂直往前，第二个垂直，那这时候从第二个往回看，就可以得到斜面上的第三个垂直，这是三垂限定。好，那第二个是多少？这里是25，那 A 柱长是几？ A 柱长是15。题目要问的是下面这个底角的上底角。同学，题目说 A 柱长跟底面是垂直，也就是这里是垂直的，另外这边是不是也是垂直？可以吗？所以基本上来说，底面上这个角度，它的夹角是正好是底面这个直角三角形的夹角，两面角公共的棱边 ，A 柱 B 跟 A 柱 C 的公共棱是 A 柱，往前找两个垂直，中间的夹角就是我们的两面角。那这个是25，这也是15，柱 C 长会是多少？柱 C 长是20，可以吗？所以第二小题的第一个由 B 四定理。很明显的知道 C 柱等于20 ，C 柱等于20。那接下来我们要的是中间夹角的上底角，把图画一下，斜边是20，对边是7，角度是西塔，这是垂直的，所以上底角就等于几？20/7，是这样哦。这个图故意画的很丑哦，但实际上我们以前这个图画的蛮漂亮的，长成这样子比较好看。那这个立体图形你要怎么画都可以哦，你必须用三垂限定，你确保各个垂直才可以使用，可以吗？好，我重画一次图，你们再稍微看一次，我再稍微看一次。好 ，OK， 来，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类比你们要自己做一下练习哦。这个图形都有画哦。这个三垂线定理，还要再做一题？你们三垂线定理熟吗？要再做一题吗？好，再做一题啊，熟是不是？这还 OK 吗？好，那我们就往下了。来，接下来空间中的坐标表示什么？空间有8个挂线，我们以前都知道啊。那这时候，如果空间中的坐标有 x、y、z 3个的坐标，那对于各个的对称跟长度，这边有一个整理，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那首先投影旁边写哦，什么叫投影？就是除了条件以外的，其他都要变移。那对称是什么？其他偏好。最常见的是这个
对于 XY 轴的平同理跟对称，还有对于 XY 平面的同理跟对称。假设这里有一个点是 ABC， 可以吗？这点叫做 ABC， 可不可以？那投影的时候，这里是 XY 平面。什么叫 XY 平面？只有 XY 坐标是第四几？第四零。所以把它投射下来叫做 AB0。我刚刚说一件事情，投影的话就是其他变零，所以你投到 XY 平面会变成 AB0。再来，对于这个投影点来说，这原点是往上走 C， 那它的对称点是往下走 C，AB 负 C。所以我们知道对称就是其他变号 AB 负 C， 这样 OK 吗？这样 OK 吗？那基本上来说，图可以简图画一下就可以看距离，这样 OK 吗？好，就这样，稍微的讲解一下啊。那空间向量的有一些基本的信息，基本上跟以前怎么样都一样，可以吗？那如果平行方是 A1 比 B1 等于 A2 比 B2 等于 A3 比 B3， 那平行的时候通常会另题，有的时候会另题去解东西，这样 OK 吗？好，再来分点公式也跟前面一样，好，那内积 x 乘 x 加 y 乘 y 加 z 乘 z， 可以吗？内积可以哈。好，这后面还有一些科系不等式，科系不等式需要先帮你们写哦。OK， 科系不等式在后面。来，那我们来看这个基本的例题，来，六来自己做，六现在自己做，六自己做。同学，你们其实离考试还没有很远，对不对？你们礼拜几考？什么时候考？下下礼拜，对不对？下下礼拜，不过下礼拜有那个放假，对不对？是有四天连假，四五六日，对不对？那下礼拜我们放一次。你们，我就直接问，你们有没有会来？没有。下礼拜五放一次假，你们会来的举手，需要我在这边的举手。好，我就在。你要出去玩？不是啊，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是都 OK， 只是有的时候我来干没有人，你知道吗？没有人我就很不爽，我就想干。你们我说你们可以来读书，你们说哦好好好，干，结果都没有人到。然后我就在那边枯坐空等，我都 OK， 你们只要来看书，我你看像黄婷说他要来，要我在，我 OK， 我绝对 OK。但是如果你们不在，然后我一个人来在那边等，我会很不爽，你知道吗？就这样哦，但是你们可以过来看书，好不好？好。对对对，我们这边考前应该都算还算很平和安静哦。这一题哦，这个比较 happy 的方法，同学，向量是可以拆成点的相减，向量可以拆成点的相减，我会这样做。a 除 a 等于 a 减除加两倍的 c 减两倍的 b， 除减 c 加三除减三 c 等于 b 减 a， 然后把点整理就好了，可以吗？所以继续整理啊，所以二株会等于一个句三 b 减二 a b 约掉 a 一个句的算过了，再来二 c 减 c 加 c， 是不是可以算？算完再除二个。那第二题，同学，第二题你们在选择的时候，请用 AB 平行 AC 去算分量成比例，
你不要用 AC 跟 BC 哦，你未知数不要出现在太多的位置，可以吗？用这个去算，这样可以吗？ AB 平行 AC 去算。好，那你们自己把 M 分写一下。那 AB 是几？ B 减 A。再来 C 减 A。这里就有错，有零出现了。M 加 N 减五，在八减二是要三，二 M 减 N 减二，那你要注意哦，这个零可不可以放在分数里面？请尽量不要，可以吗？所以很明显的知道，如果这两个平行的话，只要看 x 跟 y 分量就好，那这一分量就会累积，零不能放在分母嘛，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就是负二比上 m 加 n 减五会等于三比上负三，可以吗？另外的就是二 m 减 n 减二等于零，去联立就好。那这里可以告诉我们是多少？这里差了负一倍，这里是差了负一倍，所以 m 加 n 减五等于二，再去联立算就可以了。好，好，没有这个题目没有很差，就是蛮适合当复习的东西。好。在第六来简单做，同学看到什么会坐标化？你看到什么才会坐标化？正立方是不是就会坐标化？那你坐标化，你求角度，代表怎么样？弧形可以任意放大缩小，所以边长是不是可以任选？任选。来，第六你们现在做。继续啊，这东西可以往下看啊。那范例七。
范立青啊，是这个向量的内积啊。空间照 A B C 诸四点。来看这里，看这里。他说 A B C 等于 B C 诸等于120。它这个空间中弯折的图形哦，你不一定可以画得很漂亮。然后而且 A B 跟 C 柱的夹角是60度，要问 A 柱是多长？那同学，它是不是都各给长度？各给长度，它当然不是坐标化，它应该是要你把 A 柱用一个每个变长拆开，可以吗？那 OK 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A 柱的长就等于 A B 加 B C 加 C 柱的长。可以吗？好，把向量 A 柱分解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左右同时什么方？平方。平方算完数字以后再开根号就好。这里就等于 AB 方加 BC 长度的方加 C 柱长度的方加上两倍的 AB 到了 BC 加两倍的 AB。到了 C 柱，加上两倍的 BC 到了 C 柱，你从这里写完，你就知道为什么题目要给你 ABC 跟 BC 柱的夹角了，因为你这里是会用到，这里是会用到，可以吗？还没完呢，再来怎么做？你要注意啊 ABC 啊 ABC 120度长这样，你实际上要看的是 BA 跟什么 BC 的夹角，所以不要忘记这里要怎么样把它倒过来，要变号，你懂我意思吗？懂我意思吗？所以这里继续写哦， AB 的平方 BC 2的平方加 C 柱3的平方加减掉两倍 BA 到了 BC， 你要注意要这样去用哦，才有用120度角。再来 AB 跟 C 柱照用，加两倍的 AB 到了 C 柱。再来一样 ，BC 柱是用 CB 跟 C 柱，要变好，减掉两倍的 CB 到了 C 柱，可以吗？可不可以？哦，那再往下做看，1+4+9，减2，长长口再夹角 ，BA 长一 ，BC 长2，口再120，加2×1×3，口再60度，减两倍 ，BC 跟 C 柱，2×3。cos120，算完，然后最后要再开根号。好，同学，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那我觉得你不能吃。
我现在就不交作业，妈的！然后嘞，老师你也交？不要交。不用交，因为他没交作业，中间没有。啊？不是啊，我欠班费就不是一两个月是啊。我说你现在从七月欠到十月、十一月才交，这样子会怎么交？因为现在上中下被你打击啊，人家不行。这里有垂直，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可以抄，绝对可以。
那下面这一题是这下面是垂直的，大家可以试，对啊。重点是那个垂直。哎，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肉很多都。哦，你可以不要不要把我的那个，不要把我的三枪给老的。对对对，你们接下来。那你可以试三枪，那你那个超级。他是。反正这不用枪。对。嗯，对啊。那喜欢练人手。就我就变我其他关在我边上，就不一定我倒碎啊，就是那个小碎。
先把这题目写上。先讲一下科西，好，基本上来说，科西是利用这个长度，这个长度乘以长度会大于等于两个内积的绝对值去完成的。那等号发生的时候是有什么特征？等号发生的时候，两个相对怎么样？平行，或者其中一个是什么？是零嘛？那平行的话代表怎么样？这三个分量会怎么样？成什么？成比例。等号成立的条件是这个，其实是 a 1比上 b 1会等于 a 2比上 b 2等于 a 3比上 b 3，你就在下面写一下，好不好？那科西的话是长度的平方，所以长度的平方会大于等于内积在平方，可以吗？同学需要我再解证明是科西吗？不用哈，那直接给你们这个科西的事实了哈。好。那等号发生的时候，第一个会产生最大值或最小值，第二个是这时候分量会成比例。好，好，那回到上面这个问题，这个怎么做 ？x 加 y 加 z 等于六，要求 x 分之四 ，x 分之一加 y 分之四加 z 分之九的最小值。你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有办法感受它是科西？可以吧，因为全部都是相加嘛，对不对？那第二件事情是说，你们要怎么样安排这两个式子在科西里面放的位置？在写科西的问题的时候，先把房子盖好，再把家具填进去。那这个时候呢，平方加平方加平方，再平方加平方加平方，大概等于内积的平方。好，这两个的内积在这里，那这个时候这两个位置是互为导数，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同侧，因为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乘完 xx 可以约掉，位置数会变少，你也懂吗？所以像这种导数型会放在同侧，那这时候这两个内积会变成1，这两个内积会变成4，这两个内积，第一例约掉变成9，这样写当然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因为这个题目给你的是平方还是没有平方的？没有平方，所以你是要创造出平方才能放进去。那怎么创造平方？根号的平方，懂吗？像是 x 可以看成根号 x 的平方 ，y 一样根号 y 的平方 ，z 根号 z 的平方，一样根号平方。那这两个内积变根号一加根号四再加根号九，这样子 OK 吗 ？OK。再来类题演练一，同学，这边的问题都可以算啊。
是瑞典内衣比较经典啊、哦，所以我就算瑞典内衣。好、哦，那下面这题又会算，题目说 A、B、C 为实数，而且 A 加 B 加 C 等于四，我们要求 A 方加 B 方加 C 方加二 A 减四 B 加一的最小值，而且这时候 A、B、C 各要是多少？那你看到这个问题，你看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做？先把它什么方？先做什么事情？先配方。先配方，好。那这个时候来，第一个，我们的所求变成 A 加一的平方，加 B 减二的平方，加 C 方。那这里多加了一，再减掉一，再减四，加一减一减四，加一减一减四，等于 A 加一的平方加 B 减二的平方加 C 的平方再加四。这样 OK 吗？好，那求它的什么值？最小值。这样 OK 吗？好，那第二个要问这时候的 A、B、C 是多少？那你要求这个式的最小值，是不是先求前面再减四就好了？再扣四就好，因为四是一个定值，可以吗？好，那你看到这里是和式相加式值。这也是相加的式子，全部都是相加的式子，要求最大值或最小值，那明显就是什么型？柯西，可以吗？那柯西来，平方的平方，平方加平方加平方，乘上平方加平方加平方，会大于等于内积再平方，可以吗？那你要去怎么去取？首先，高式的这个平方式要放在左边 ，a 加一 ，b 减二，跟 c。那在右边第一次的 a、b、c，a、b、c 的次方比较低，没有平方，是放在右边，这里叫做 a、b、c。那这两个要内积出现 a 一个 a， 所以这里是放一，可以吗？我再说一次。这两个内积要出现一个 A， 这里放一；内积要出现 B， 放一 ；C 出现一，放一。那这个时候这里会是多少？这两个内积变成 A 加一，中间内积加 B 减二，后面内积加几？加 C， 这样子 OK 吗？这个就是我们的柯西的式子。继续往下做，把这里一跟这里 A 加 B。减二加 c 去整理一下，所以会得到我写到上面这里。同学，你们继续往下写，我写上面这里。我希望题目还是留着，所以可以得到 a 加一的平方加上 b 减二的平方加 c 的平方，再乘以三，会大于等于几 ？a 加 b 加 c 减一的平方 ，a 加 b 加 c 是几？四啊，四减一等于三，所以这里是四，四减一的平方。继续整理，这时候 a 加一的平方加 b 减二的平方加 c 的平方乘以三，大于等于三方，把三三约掉，只剩一个三。继续，还要再扣几，还要再减四哦。所以再减四，左右再减四，三减四等于负一，故。a 加一的平方，加 b 减二的平方，加 c 的平方，减四会大于等于负一，左右还是同时减四，好，所以把三三约掉，大于等于负一，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小值。同学，左边比较大，右边比较小，当等号发生的时候，会有最小值。所以，当等号发生的时候，第一个，我们题目的所求 ，a 加一的平方，加 b 减二的平方，加 c 的平方减二，最小值等于负一，减四，最小值等于负一。好，那第二个，此时会有什么现象？同学，好，同学，等号会发生。代表这里等号也要发生，
代表这两项它的成比例，所以这时候 A 加一比上一会等于 B 减二比上一会等于 C 比上一，令它们等于 T， 再去解 A、B、C 就好了。同学，这一题很长，你们先写到这边。等一下，我把第二小题的 A、B、C 值解给你。来，这题没有很难哦。这就是科系的一个传统性，把它想清楚。好，把它想清楚，把它想清楚。先写一下。因为你这里还要再检视，你知道吗？题目要的是这个是检视的最小值，那你利用科西算出来，这样好了，我再重复一下讲一次。你这里 a 加 b 加 c 减一是四减一等于三的平方，所以把三减三约掉，会发现这时候 a 加一的平方加 b 减二的平方加 c 的平方，这时候大于等于几？大于等于三。可以吗？那接下来再怎么样？左右等量公理都减几？都减四，把这四减掉，把四减掉就等于负一了，可以吗？好，知道没有？这里可以，都行哦。那再来我们就继续往下解了。好，那令它等于 t 以后，这个时候继续往下解，我解在这里。这时候 A 就等于 T 减一 ，B 等于 T 加二 ，C 等于 T。这时候代入谁？代入一个等式就好了，而且这个等式最好是一个简单的一次等式。代入 A 加 B 加 C 等于四，代入 A 加 B 加 C 等于四，很清楚了，这三个加起来再加一等于四，所以 T 等于一 ，A 等于零 ，B 等于负二 ，B 等于。A 等于零 ，B 等于三 ，C 等于一，这样，零三一哦，就这样。我。题来回是我第一题算的是一，但是我第二题选一秒。你第一题算的是一。对啊。为什么会是一？你应该计算错，你有算成一吗？没有。没有。哪边错的？我看一下，怎么会有一？哪边会有一？四减一不是三吗？三，你这里检视，这边是也要检视的。对，检视以后，三减四等于负一啊。你这边，你仔细看这里，你自己没有，这边没有处理好。没有错，你前面没有错，但那边没有处理好。这就是科西哦，同学，科西这一次我猜会考好，所以还是稍微的科西会考好，所以稍微吧，这里还好，好，那我们继续写这税的，等等等一下啊，这里，小声一点，小声一点，让在抄的人就是，或者让自己还在写的人赶快做完，然后今天可能就第一次，这是。好，你想要听是不是？对。好，同学，好了。
看这边啊、哦，这个有人想要问上面这一题怎么做？这一题相对简单哦。我说真的，像这种几何问题的话，它不会在这个代数上处理那么的琐碎，所以其实是相对简单的。那这个上面这一题，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已知周长为18，向外做方形。哎，看看看，没事没事。他说周长18，向外做方形。那要问面积和，把条件整理一下。第一个，假设边长 ABC 好了，之 A 加 B 加 C 等于18，你要求的是 A 方加 B 方加 C 方的最小值，那是不是可以算？对，我会。就整理条件而已。好，就这样。这你要自己去练习整理条件。好，那你当你整理出条件，看到都是相加的式子，同学，你整理条件的时候，全部都是相加的式子，要求最大值或最小值，那就是可行。可以啊，好，继续了，范例9。同学，这个。我把这个正摄影在右边稍微讲一下，哦，用这边右边的空间讲一下正摄影，还有这个正摄影的分解。来，我们要讲的是向量的正摄影。正摄影就是投影，假设这里是 AB。这里是 AC， 可以吗？那这个时候呢，所谓的正摄影，就是把这个 AB 投影在 AC 上的向量，对不对？好，那这个假设这个叫做 AM， 正摄影。就是我们的 AM， 那正摄影的大小，这一条 AM 的大小怎么看呢？假设中间夹θ，叫做 AB 长乘上 cosθ， 把这个斜边投射到底边的大小，就是我们正摄影的大小。第二个正摄影的方向，是利用沿着 AC 的单位向量，单位向量长度是1嘛，所以方向是 AC 向量再除以 AC 的长度，所以这个 AM， 我们的正摄影就等于 AB cos θ 再乘上 AC 长分之 AC， 可以吗？这个就是正摄影。好不好？好，继续哦，化解 AB 乘以 AB 长 AC 长分之 AB 到了 AC， 再乘上 AC 长分之 AC， 那这个时候 AB 约掉分母会有 AC 的平方，上面是 AB 到了 AC。再乘上 AC， 可以吗？嘣，掐，掐掐掐，可以哈，这 OK 哦。好，这就是我们的正摄影。OK， 正摄影会考，还有两个东西会考。第一个就是做它的垂直分解，第二个就是考它的投影点。那 M 点怎么算 ？M 点就等于 A 点再加上 AM 向量。你有起点，再加上这个向量，就变成我们的终点，可以吗？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分解哦 ，A、B、C， 这里是 M， 假设垂直方向有一个 N， 垂直的投影这里就是 N， 那这个 AN 怎么算？
我再说一次哦。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一样 AB 跟 AC 投射下来是 AN， 那这时候垂直的投射过来是多少 ？AN， 那 AN 会是多少？你会发现 AN 加 AN 是等于 AB，AN 就等于 AB 减掉 AN， 可以吗？这个垂直的向量就等于我们 AB 扣掉我们的正剩，可以吗？因为我们分解是可以分解成水平加铅值，会变成 AB 嘛，所以 AB 扣掉 AN 就等于 AN， 可以吗？可以哈、哦，就像正剩，大家就考这些东西，好，向量的正剩。那这个题目就来做吧。第一小题，先把 A B 算出来 ，B 点减 A 点，二负六四。这个 A C C 点减 A 点，叫做多少？二负一跟一，可以吗？那 A B 在 A C 上的正剩，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公式就好，可以吗？哦，这时候正剩 A M。就等于 AB 到了 AC 再除以 AC 长到了 AC 向量，这前面是数字，后面是 AC 向量， AB 到 AC 等于4加6加4除以 AC 长的平方，4加1加1再乘上 AC 向量，2负1是4除以6，这样就算出来了，对吧？37哦，37再乘上2负11等于1/3，3/7跟37。那第二小题，投影坐标这个 M 点，投影坐标是我们 M 点，就等于 A 加上 AN， 202再加上1/3，3/7，3/7，这样算就可以。同学，图跟解释都在右边哦。我这一题我就不另外画题，要不然空间不够哦。就这样算掉 ，M 点就等于 A 加 AN， 可以哈、哦。图都在用这个右边来讨论。A1B2 减 A2B1 这叫外极，可以吗？外极的性质、哦、
外积出来的向量跟两个向量，原本的两个向量都是垂直，所以这个外积哈是这样子 ，A plus B， 这是 A， 这是 B。那我们知道外积的这个长正好会等于这个面积嘛，这个面积就是 A plus B 的长度，恰好的巧合，可以吗？那 A plus B 跟 B plus A 正好差一个负号，然后呢 ，A plus B 加 C 会等于 A plus B 加 A plus C， 它有分配率，可以吗？外积对于加减还有系数都有分配率，可以哈？好，自己跟自己外积是零，好。那 A plus B 跟这个向量的组合一定会垂直，这样 OK， 这个可以理解吗？因为我们的组合 A 跟 B 的线性组合一定会落在同一个平面上，加减一定在同一个平面上。那 A plus B 正好跟这个平面垂直，所以也会跟这个线性组合垂直，就这样，可以吗？好，这个性质看好了，方向、大小都有，哦，好。外积是平行四边形面积，这样可以吗？好，在外积跟面积哦，平行四边形面积。也可以用这个来算，等于根号 a 长 b 方减掉 a 到了 b， 这也可以来算面积，它会等于 a plus b 的绝对值。同学，这个东西有考过，所以你们自己可以证一下。哦，那其实好不好证？好证，它就把这两个展开来再去配就好了。可以吗？坐标号展开的就可以了。好，再来，那除了面积以外，还有体积嘛？记不记得体积？假设 A、B、C 三个向量。围出一个平行六面体，围出一个平行六面体，好不好？好。A B C， 哇，我的画纸画漂亮一点。来这边补充哦，这个体积哦，没有，这里没有写到，我帮你们写，由 A、B、C 所为平行六面体，它的体积怎么算？记不记得 ？A cross B 再到了谁？再到了 C， 可以吗？都 OK 啊，这还记得啊。好，那你有的时候可以假设数字去算，然后呢，如果是锥体呢，正四面体呢，对，六分之一啊，不要忘记，这里是 A， 这里是 B， 这里是 C。四面体的体积会等于六分之一的绝对值 ，a plus b 再到的 c， 好，好，外面是绝对值，好，好，写下来就好，写下来就好，好，六分之一倍啊，那为什么是六分之一？之前有讲过的，我现在回去回想一下，好，好，那这个整理完，我们简单的做一下下面的历史，就给我们下课。
好不好？这样可以吗？哦，那这个同学，如果可以的话，把类题写一写哦。然后这个，等一下在这边稍微看看书，然后把这个解答印好发给你，好不好？稍微等我一下，等我五分钟哦。历史讲完，等我五分钟。哦，我就在那边看看书，不要吵哦，不要，就是给大家提示一个看书的空间。来，那赶快写完这一题来看这边。A308B 一负一九 C 二负二七，三角形的面积点到线的距离。来，我先这一起画。A B C 距离是不是利用面积来算？等于体乘以高除以二。哦，可以吗？所以第一个，先把 A B 算一下 ，B 点减 A 点叫做负二负一一。AC C 点减 A 点，负一、负二、负一，可以吗？那来面积 AB cross AC， 系数写两遍。去头去尾，接下来交叉相乘再相减，一加二三，负一减二负三，四减一。三，所以三角形的面积等于二分之一的 AB cross AC 等于二分之一的根号二七九九九二七等于二分之三根号三，那第二小题，我们由这个图。我们知道这 h 等于我们算二分之一底乘以高等于面积，面积等于二分之一的 AB 长乘以高，所以高就等于两倍三角形除以 AB 的长度，等于三根号三 ，AB 的长度直接算四一根号六，再有理化就好，可以吗？好，同学就先这样子哈，那这个就先讲到这边。同学有两份哦。对。
好嘿，小声小声。好 ，OK， 那个同学，这个解答都发给你们了、哦，那你们基本上可以要回去的话就可以先回去。那请再强调一次哦，就是如果要回去，安静的回去，好不好？哦，这个就这样。哦，你们要在这边看书 ，OK？ 哦，让大家给看一下，好不好？Thank you.
没有做的
做比较多，你有需要。